52岁尹相杰要当爸爸了。7月10日，尹相杰曝光了和妻子郭咏美的合照的画面，并配文祝大家生活愉快，开心快乐每一天，被网友猜测是妻子怀孕特地报喜。画面中尹相杰和妻子对着镜头笑得一脸甜蜜，上面用红色写着硕大的四个字同喜同喜。其实光看夫妻两人的样子和他们平时的状态没有什么区别，但问题就出在这个配乐上。尹相杰用的背景音乐是他和余文华合唱的歌曲同喜同喜。这首歌的歌词讲述了人们一生中都会经历的喜事，比如彩排中奖、乔迁新居、升职加薪等等。尹相杰偏偏截取了生儿育女这一段，唱的是双手抱拳还个礼，同喜同喜，让喜成双儿欢聚。如果尹相杰是真的要当爸爸了，那也是喜事一桩。对于他而言，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，祝福他们能早日实现一家三口的心愿。